啊，卫星世界，大地风水。叫做开前口，开前，你啊，这右沙，右沙，这地右沙开个前口，水从这边过来，啊，水从这边过来，开着前口，叫叫摸一卡，螃蟹，这这块的摸一卡，它下来山，走来，你看到这里的山，它下来的时候很高很快。哦，一直要来，要撞来，结果卡住的，卡吐掉嘞。你等一下对我好，你知道，那不是卡吐掉嘞，缓缓下降。啊，来到这里，啪的，在这里休息。哦，所以这个蟹很妙。那么土地公为什么他不盖大庙？啊，你盖大庙，人的功高，那土地公庙小小的。你要发财，你一定要谦卑，啊，是叫大家说，你们要发财是吧？我叫你话，你就过来看，你进来看，看不到，好的话，哈哈哈哈会发财的人就是要谦虚、谦卑，啊，那土地公大了，哦，哦，大家学土地公的精神。阿盖的大庙，嘿，大摇大摆进来，迄种就叫上不好，袂发，我你讲，但是袂发，你若要拜托你讲，圣经不要托你讲才发，因为你会谦卑下来，好，把你的心、身全部啊降来，啊叫什么？慈航普渡，啊，慈航是什么？慈航，谦卑下来，普渡是什么？你。谦卑下来，你才能跨过所有一切的烦恼，啊，跨过一切烦恼，增长智慧，你才烦嘛。在台中县，啊，潭子有一间土地公庙啊，也是不是很大。那时候村长和议员，啊，他们准备要把它翻大一点的。我看卖啦，卖去啦，细间就好啦，土地公他不需要你盖大啦，用干嘛呢？哦，伊就看看看出来，确定，要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都，变价过，我甲你卖去就卖啦，哈、啊、哈，你要去大金，去大金人会是讲高薪，对吧？会讲高嘛，啊，讲高伊要发得多去招聘了，人看到讨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谦卑下来，大家，哎、欸，你这个人很好，我们大家可以做生意，可以来往。啊，你要谦卑的人就会尊敬人家嘛，也尊重他嘛，很简单。啊，所以土地公公呢，他就福德正神，神要正，就有德，啊，要有德就有福，福德正神嘛。哎、啊，也该逃脱去哦，你莫明天逃脱了哦，你明天逃脱了，你只有妄求。哎呀，哎，神正，德就福，福就是八道大大，啊，这财赚足多，啊，又平安，就是我们讲的子孙了嘛，叫传宗接代，无子孙了，就是财收袂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子孙了，就有福啊，你就收会掉啊嘛，都要拜福德正神，我们要悟哦。啊，现在虽然是在虚空之中，啊，不悟犹如夜多灯嘛。无常暗示得光明，此生
现在这里此生不悟啊，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？啊，今天辅佐正神庙，啊，他呢整个的精神，是安尼。啊，那么你来这里拜土地公，你一定爱要，啊，请四姑姬怎么嘞？电话，啊，打给土地公的电话。啊，台湾土地公下来，众生一同敬拜下，祈求四方大消灾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这里就是看好土地公或者正神伊的电话啊。圣神先好在天台，大法主义降下来。我某某人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求四福甲消灾。啊，因为福德正神，甲四福的话，我拢啥拢免；啊，甲灾甲消掉，我的话，我啥拢免。啊，安尼，所以主福德伊原力就遐大，好吧？那么，这福德正神是这张林敬堂这样求我长的吼，林敬哦，帅啊吼，哦，这帅帅主吼，哎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叫帅帅，这样发咯。你大行作精的吼，我你讲，你大行作精的做无生意啦，斤斤计较，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叫他帅帅的吼，啊，但是别帅帅还有地位，又别他无地位哦。衰衰啦，无地位哦，啊，迄外要拖下时间做生意，你成本都无咧算，干人硬要加水价，那也不对，哦，啊，那么这大当秋咧，一般大当秋咧，啊，这里福德精神弄下着，一家，啊，回想25年前嘛，啊，这开蓝天的时，啊，我行经过一只足大当，啊，迄只蛮衰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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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咱俩这修行的师兄，大哥啊，我啥？我看你后边讲个烂的呢，我知啊，迄只老伙仔个烂嘛，哦，我嘛免免想那个烂嘛，哦，伊讲伊是福德神君呐，我话讲，马上现出像辅佐正神福德神君吼，做无缘笑眯眯，阿伯无空哭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，为国修。哦，我这个干，这个贵个，迄个甩头呀，啊，无头路庙拢无啊，伊就比坐伫遐纳凉啊。这贵个磕三个头，我心里啊心里，后摆我看到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啊，你咧见。啊，就是安尼，我就爱伊讲，我是福德神君，你做土地公嘛好啥拢我会博啊，所以我是福德神君的本源啊。哦，那么你到外面看到福德正神呐，恁咧拜的时，好，你看看你见，反正你已经着正，我正灵。你若你见正灵，就福气。我惊撞到你唔福气啊！他就不讲。一个有修的人吼，他不会说对啊，你拄了我就福气啊，不会这么讲。无修的人啊，你今真好拄到我，迄个无修的。哦，所以福德正神每行拢是教育，唔知常常你讲。啊，师傅啊，谢谢你帮忙我，你卖小孩，拜托。你一直讲啊，师傅，你救了我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怎么样？好，我就讲讲高兴起来嘛，讲高兴我就走一点下去啊。所以我拜托卖小孩。哦，我做的工作，我的责任。啊，你们内敬师傅，恁的代志。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你们不要用太过于讲，加哦，师傅旁个管管管，啊，嘿、欸、嘿，不要要看搞的，我帮人吓死你。哦，这这个中医啊，没，真的学佛的正神，发点正神，谦卑，哦，啊，要发财，一定要谦卑，啊，那要拜托你讲，啊，那买去买拜大金庙，拜小金庙，啊，你去大殿香火，旺好旺啊，算算叫的吼，我告诉各位，嘿，你要保庇，爱在水洗净洗净啊，较有时间跟你泡茶，较泡茶聊天，啊，你几点？几大殿来讲庙啊？我有体验过人做事的下咧，好了，比如我现在做一个啊什么，迄个就好了。那遐大地被问，然后我那叫目睭涂的啊，刚才我睡觉好，你去的话，反正你也看袂着我，对吧？
哦，所以呢，恁若行到圣贤庙，一定爱拜。以前我做测量啊，啊，乌日读书需要测量，嘿，你有一个四五公里的导线点，啊，导线点，你有到先生的差五十公分，啊，要差两公分的误差，五公里的闭合差要差两公分尔，结果我差五十公分，吼、哦，迄阵我出，迄、那个过年啊，嘿，安尼我够寒。啊，这东西较得牛牛锁啊！啊，你叫穿底裤、尿衫底，啊，你咪切角度，搁算算四遍了五遍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先生在下嘛，我是哎呦，阮爸在甲讲，入地头哎，拜托你讲。哦，到尾一，才记咧，在当时交界一间土地公庙咧吼，好得钱，才买三星酒咧。哦，去搞拜拜，阮土地公拜托啦，互阮算有啦，安怎啊？啊，我拜拜，都还袂等到厝咧，啊，我遐切两丝咧，到头家，我啥？伫遐啦，迄差着五十分，数字伫遐，我奇怪，迄算起来，韩素苗先生，啊，加起来，先生我嘛算嘛，安尼嘛安打拢无着，是安尼总总误差五十分，土地公直接甲你打咧，哦，哇！所以土地公啊，啊，伊是每一个所在伊个管区的，到尾以后我建测量一定去到底先找土地公庙。大神无找，伊未到计较；啊，小神伊唔到计较，我爱谦卑，我爱甲你敬。啊，伊就护法神像，啊，伊上离咱上近的禅宗啊，把你触者，你就是去拜咧咧。哦，所以今日呢，咱辅导正神，咱爱你敬就是安尼。了解咱师兄，啊，咱就普通，我爱看风水啊。我头先要先拜，伊就咧咧拜倒啊，伊就头硬啊，死个嘿嘿咧啊，啊个摸摸行，你落者困啊落者咧，啊遐都一空人金刀我都会卡，啊遐人都翘起空空，是去空啊叉你金刀卡咧，遮六回，哎叫，我讲你这样这样啊叉，你背后都托你讲，背后都托你讲多好，你讲你无拜倒。无啊，我想讲你拜托啊，咱的师兄啊，你去的万里，哦，我点一块宝地啊，吼、哦，给人做风水啊，哦，所以咱托你讲，咱要做一个托你讲不简单，哦，咱在座想我都做托你讲，好，我都要不咋做托你讲，啊，做托你讲有好处呢，做选红白呢，啊，第一免种菜，对不？啊，免纳税，免煮菜，免炒菜。啊，个面的诶，煮煮个安排，啊，个安尼个面洗洗，那面洗碗，哇，足欢喜，做神啊！我再鼓励咱所有同修，阿爸地球上到处爱去做神，啊，我来去遐，蒙拜去拜着恁，嘛未歹，啊吼，只不过要做神，爱学托你讲，啊，这点地理就这么好，所以托你讲拢顺水位，伊无做大位。托你讲做主笔的，伊拢靠门口尔。啊，那么至于这一点，哪里有大地理，迄我都唔知啊。好、哦，我花姐自己说灭了、差了，都要直接落去掏钱追寻玉带。你看托你讲选的玉带，啊、哦，玉带水。啊、哦，你看先看上个起点，上个起点直直顿跌跌的落来，落个就挖到登弯落来。靠翻东湾路啊，隔离迄个所在，很有力，咻一个，有力量。这是靠火射落来。啊，咱台湾有一位总统，因的祖先啊靠粮食落来，所以做总统靠火射落来做土地公。啊，真的。啊，那么那边右皮你看，遐是鱼啊，鱼啊，右边啊，啊，遐鱼。啊，这边有福星，那么这大地理是啥物？这是咧顾移民的庙，是顾迄个大地理来滴。啊，前面拄只，咱的师兄问我为什么不点这边？你要看这边，你就知影咧。弯道路来，好，弯道路来吼。你知我讲你啥？你知啊？我比较你看。那那弯道路来是啥呢？往那落来，往那来，接接着水来。你要点遮，手洗我，
对吧？你看这声落来，一定爱调向内点，安尼倒落来，向内点，穴接在前口，夹吧夹吧嘴，安尼前口，啊，这样叫前口有福神，啊，你看到这個，就甲爱告诉你们，大地里阮主人伫内底，我门口过尔，好吧？哦，你看，安尼，好像一个展翅，那是一个灵修啦。那佛教来讲啊，叫做灵鹫了啦，哦，灵鹫飞起来，但是灵鹫飞起来是啦，是老是那去啊，就不是灵鹫，哦，就不是灵鹫。这里呢是什么穴呢？牙刚穴，蜈蚣出洞，牙刚出洞，托你讲，伊穴大部分拢占伫牙刚穴。哦，你看，嘿，足侪卡哇，我山卡呀。插出插出来呀、啊！哦，插出插出几滴插出来，插出插插出来，快来接下来。啊，一尾牙缸，一个牙缸起，啊，头前都水，是水水什么足水的啊？哦，就预报山与水相伴，哦，借水为止，盖改水为济，泄水到这里来就停住了，借水为止，泄就接在这边。啊、哦，看哇，哇，所以山河大地啊，好，那请达摩大师来讲，一定拍一套你看。好了，阿弥陀佛，啊，那呢，坐山呐、啊，山河大地啊，蝎子法，蝎子法最基本，我有多好你嘛，先天八卦的三行哇，有，啊、哦，黑的先天八卦，那么做五山先天卦是什么卦？乾坤。乾卦，乾为天，是不是？对。乾为天，后面就要有三个山嘛。啊，不要不不三个山、啊嗯，没有。啊，啊前面坤为地是什么？山。山。啊，前面是大平洋嘛。啊，这里对面有山，所以就变阴阳颠倒。阴阳颠倒哦，然后阴阳颠倒呢，抽摇幻象，还挺不错哦，抽给他。庙向这边，但是错摇换向呢，换过来要颠倒，颠倒坐，爱好颠倒坐，错摇爱好颠倒坐，安尼叫到后天喊先天去合二为一，有错摇换向对盖了哈，哎，错摇换向，哦，又都扭转乾坤呐、啊，啊，调祸离山呐、啊，调虎离山计呀、啊，哦，就是错摇换向，